别看他等等的前，他更新我就删去了你啊。更新的就他更新的，你更新一下微信试试，要不就啊。你更微信里面东西，你把它有。更新不爱的吧，别重新安装，应该不要紧啊。他是手机系统，就才升级升的呢。升完就这样了。嗯，你就升级升的。不行，好。不行，不行也就更新一下系统试试，不行的话也就没好办法了。他更新，他当时是怎么升的？是下的还是怎么下的呢？你更新试试啊，他在更新时候得提示吧，你是他自带的或者哎谁更新，你别的下的他更不了。他没有账号，那我说我的账号给他更新也行吗？他更新的时候都是随便账号好像是吧？哎是的。哪个账号下的你得是哪个账号更新的好像。哎。他有没有账号？那账号你先试一次更试试。行，那试试吧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干一天两天的行，没事。对，行哈。忙不点了。还行，不算太忙。那啥，你这样吧。不一定什么时候呀？好。今天下午回家过年了。今天还不走，俺都办事的走，走完赶紧没事就再开开，有事咱就该忙什么忙什么，是吧？嗯，是的。现在人问我哪天，我都不给说哪天。我这到时候我不来，人家来了，你少打电话，我来不来，是吧？万一咱有事了，你看，开开。
累他就见你累，不见你累他就见面的学着来。对。嗯。这个手机掉钱了吗？这回啊？怎么？是这手机啊？我这还不掉钱。掉钱你弄几套歌手的行哈？我这要卖都亏了，我这弄。他不能卖，现在这个行情卖的亏大了。亏大了，关键卖。不能卖，你没喝也得敢考，也得考考。过几年反正还能抢上。哎，这过几年，我是这过年得死上了，我这。这租房子这亏的大。能严重，能严重还了得？你反正干饭的也别弄点钱。我干饭这个也被打，也不行了。反正什么你想的不挣钱，什么都不挣钱。是的。哎，要挣钱什么什么都值钱，行吗？是的。你往房产值钱时候投手续前几年也值钱。我这俺也伙计，那个楼房一卖挣了人七八十万，我也怪好啊这。哎，你不干了，就早些年贷点款，那两套房子挣的还还到将来都还到成几年的赚了，成几年你还得舍得卖，不舍得卖的还不行。啊，光是挣之前是他卖了，卖完了拿，人家卖他的苦吧。那不是挣的，你看看，你看。要不我说那些会计都舍得卖舍得找人的都挣钱了。是的。哎，光买了不舍得卖的人也没挣着钱。是的。那看有个值钱了，哎呀，买什么劲，光搁手里越搁越不值钱，实际上。是的。钱越来越冒。没那我没那实际你看我。哎，你说这真是。谁都没前后眼，谁知道能什么挣钱呢，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手机的电池真正是，是吧？嗯。这些新款机的现在电池可成事了。那这。电池大。哎，你用哪大？你修的。压三，不过成事。它五千毫安。嗯。五千的。是的。昨天我换，我不会换啊，我录上音。对的。你把挣钱都给你花的，你花着了，花没得叫他挣啊，你就拿他当牛使就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花他就不挣了。哎。我得给你录上视频，你明天去看你。返回的。你要不我，我就光给你打视频。对呀，呀，挣钱就给他花的，你就得花，要不你挣钱就什么你的，是吧？对，还得买房子。买那些房子什么用啊？没有卖，没有租，我跟你说。是的。你光干光买，你买十套了还想二十套，哪有完人？哎。这个太密是了不得，我跟你说，要钱还嫌少，这疫情你还想好活着就行，钱哪有完你嘛？国家不给你有钱，你永远挣不着钱。我说这房子要十万八万一套，那奔驰宝马我是十万八万辆，老百姓都有钱，你信吗？是的。钱也叫国家弄去了。
哎呀，就外国钱好挣，中国是不行了现在。你看这些都卖弄院里弄口罩的时候挣下的。哎，是的。要不越有关系有人的什么的，人家越好挣钱。是的。越咱老百姓啊，想挣钱还不易。你老好上学，到处弄个官当当，你看，我贪污也大进了哈。去皇上学。哎。不是开药叫啊？对，就是喝药了，就这个。这不是玻璃吗？我看是。塑料的，他这个是。啊。你那玻璃。行，光挣这钱挣不完，你看了吗？嗯。这过一来，你问问哪有完？哎，挣了还想挣，挣了还想挣。行。你听这是手机啊！我跟你说，是什么的都是那地方的，那那光给他端。是的，他就出得快，你等呢，要不你都不舍得花钱了。是的，你就给一个茶一个这些手机电子产品用。是的，那电脑行东西还快，我那天研究研究，我寻我买这皮件自己装吧，等算计算计，我说得五六千块钱，我等那我没舍得呢。这手机也没等那个，也就。我看啊，买个主板，买个对信的，那 DDR5 内存的对信的，得千多。你买个 CPU 啊，还得千多。是的。你也想想，我看看也没什么用，谁去买？就有钱钱就行，是吧？不打游戏不干什么的。哎。不打游戏不干什么的。前两天这个月超了2000多。哎，是的。嗯。还聊天吗？你看，都是这有钱的怕死的。哎，那老远了，那那不吃死我的，那那买啥的？那他有钱，要不他做什么？是的。抢药的、抢口罩的，他不都是怕死的吗？你看。是的。那这些没针可挣钱了，哪没针来拍不上火？哎呦，对的。排队。我你看，俺这村民铺这个，就是一个月都没有。哎，你这个排队了，到人去中国人打上针。哎呦，还留爹不呢？你还进医院都得是小单排。哎呦，那还留爹你还？诊所看半天了。一单排他那个老铺子上才多少钱？是的，是的。卖东西就这不卖多少钱了？卖那个哪有增加？你说。他说多少就多少。哎。那又不行，加钱了。就是。上医院看病没有降价的呢，我这些死不少。这是年纪大的，年纪大都不成劲。嗯。这些那个货品，刚装好了，装好了，收回来给我收回来。我收回来给我收回来，在那上面。我在在那上面。这个从这疫情弄的，就是
太干了。那估计还买不回好的也正常。对，不是棺材都上钱了。哎，是的，了不得了，你看。哎呦，我等下要老早去问问，原来三千的涨八千了。哎呦，他关键他都买不住了，都烧。买不住。哎。小伙伴都在排队，光棍节不管送了。太了不得了。他送他等不起啊哈，你不等。我早晨去，晚上能带回去。嗯。哎，不耽误事。那绝对一，一合伙拼个车。嗯，一个村的就能拼车了。那个村的十来个都算少的。哎呦，还留第二呢？你这一说。我这俺那一装行，他那话有姓吃的，有姓背的，有姓玩的，完了人家。一家子死一个，哎呦！你说这样，帮忙都是找不着人帮了。嗯，你看这帮人不少，死七八万了这。哎呦，还留爹吗你？一说还留爹吗你？这有些吃的，有些背的，有些玩的，都死了这。是的。现在不得讲了，他就是死的多。嗯，太多。是的。无论年纪大的，这都是没钱的。你只有越有钱的还死不了。是的。没有药是？哎，没有药。上医院没有药。还得要爹们。还得要爹们。哎，我说国家那时候就得把车再放在一停。哎，核酸别做了，我说弄做核酸钱也给老百姓吃喝。关键再说就行了，我说。嘿嘿。国家应该有的是钱，你信吧？是。你往光这汽油吧，你往这老贵劲的，我说，国家行那么钱吗？人外国都那便宜劲的汽油。我说俺一伙计他爹，俺这一把管子就死。哎呦，就是啊，你看，这个店。对呀、啊。我靠，你买这个县城的一店那个。怎么的？等下我给你看哈。嗯。这聊天嘛你？他不知道他成了个多大会了，什么时候？他那现在已经都死了，我这一把那个氧气管子就完蛋了。不能拔呀。是的。那不能拔呀？出交通事故啊。啊。哎呦！出交通事故，这聊天嘛你？现在这样也管了。是的。哎。嗯、也感受对，反正是。是的。但是小孩也不能真那个了，也不管了呀。哎。是的。你妈看着不行了，你不能都在不、啊。他得撂里头两个月了吧。啊。哎。两个月，管多长时间也得撂。是的。你这我啥经？这都是多少人啊？嗯。不讲钱。嗯，对呀。我自己看看是不是，家里有一个这样的钱，那个钱吧哈，都快坏了哈。咱说哈，那线还你该不换的，有时间你这个线儿一样的，你这个都是一样的。
他有时候你说在买啥，一只手得一个，那边眼还得看一个，你看。这个就是，说是什么时候，然后关上之后，它还有声音。我给你试试这个哈。用他那个试试吧。哎，你爸有钱，我跟你说，挣钱都是给你的，你花着呢。现在一天二百钱不好挣了吧？这是哪句话？以前过年时候你往都忙死了哈，是这回完了。哎，你想以前过年都大包小包吧，这给跑翻了。哎，是的，打车的都打不住。现在这哪有啊？哎，没人了现在。是你还了解吗？你头二十年前我说干出租车都挣钱了，哎，开三轮车都发财了那时候。出租车当儿子的那个比就是你，你看自从咱买的就光赔钱了。哎，完了人家比掉到二十来块、三十来块、十来块、九块，我就是越掉越不想买，越掉越不想买。这掉那七八万了吧？人那，你懂得吧？就是你还了解吗？哎。真缺人！我这没有这些网约车，现在还行。网约车弄的也近乎掺和的嘞，弄 是吧？没网约车，现在出租车还行也还。网约车太多了。哎呀！周边不得都。周边哪的都差，还就差不绝嘛？那网约车。哪这，好久过来的往家，咱能差去了？你看，周边的你看这还是个大油水，你查着就司法你嘛，是吧？是。这大油水。这个你舍得吧？不。你卡。啊。啊。哎呀，这种老九手机、老八手机的都不来卖了。你再帮我看看有啊？有老样子了，我天。又不行啊！哦、哎，那等谁我看看？排了队去了，你帮我弄呗。啊。嗯，好。反正人家都不好哎，那一会儿就不用了哎。咦？不接，你还能上门啊？好，好，我给看看来。从裤子上脱，你穿单裤子吗？你逗了你是？你放屁了你还我穿？小孩挺懂，我跟你说。我这穿单裤子了，我这多难闻。你被洗了，我都穿。这了就夏天了，单裤子，我这你穿单裤子。你看厉害。你被洗了，你那不都穿的吗？嗯，是的。你看现在小青年厉害了，你看。你看小孩，你还挺懂。要不俺那老、俺老三来了之后。人就把鞋一脱，把袜子一脱，光脚丫子就顶上，就在这了。你说是？我说咋觉又不得啥子？人家就不听，你看。那回我带上方圆知道哈？嗯。我这一个热车子，一凉车子，那个车子都凉飞。哇，这跑的趴着，这爸不行，太凉。哎，我你跟我吹都不凉了是吧？哎，那是你看。哎。你看咱一动不出来了，那你看他搁里出的太凉呢。嗯，这个多的。俺那小孩活力大。嗯。哎，活力大。跟岳父不得跟你们一样。嗯。过今年出车应该就行了，你往林业越来越大了。哎，越大越背得大。他们干网约车背大，网约车挣不着钱。是。
缺钱有钱，缺钱酒店的还抢那个是吧？是的，是吧？那些顺丰差呀，翻起翻起根本就不够油钱，不够墨水的。你没得七座的啥的也行。哦，七座的跑济南跑哪来的还行。原始跑。哎，跑原路的行。对。不是跑原路的，都不行这边。对吧？对，你报的别人说的都不行。